是想查抱月楼，你听谁说的？我可没说啊，这凡人死而复生，到这种地方来见我，总不能真是看上我了吧？我就是一普通女子，除了抱月楼，身边都是平常人、平常事。那这抱月楼又有何不平常？抱月楼新开不久，已经收拢了京都各家花魁，都是最赚钱的招牌，每家都有靠山，可从来。 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，这不平常。可否请三姑娘帮个忙？三文，也想求小范大人相助。可以谈。让大人先把银票收着，我才好开口。你想让我帮你什么？大人先问吧，若我帮不上什么忙，便不会开口了。 三姑娘倒是清醒得很。我这种身份，再不清醒，那真是没救了。抱月楼东家是谁？不知道，我从进了抱月楼之后，从未见过东家露面。那我换个问题，有没有在抱月楼里边见过一对母子？孩子大概六七岁左右。也没见过。 大人想找的人，应该不是自愿进抱月楼的吧？不是，是被强行带走。他们抓来的人，我们都没有见过。若真有这对母子的话，应该和那些人都关押到一起了。关在哪？没人告诉过我们。新抓来的是谁，我们也都不知道。哦。 前几日有一个丫头被打得狠了，夺路跑到了前院，还撞上了我。如果那对母子真的被抓，她或许见过。这姑娘叫什么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她好像姓金，她爹是个卖菜的。三文姑娘，该走了。知道了，换好衣服就出来。 哎，等等，你还没说想让我帮你什么呢？我的消息有用，十分有用。我想离开抱月楼了。这会儿跟着我有危险，不过倒也不是不行。不是现在，只要我的卖身契还在楼里，我就永远摆脱不了这个身份。那我帮你赎出来。不敢让大人破财。 赎身的银子我自己有，我只想求一个可以自赎的机会。有钱也不能自赎。我是被刀刃加身，枪毙着欠下的这份卖身契。一两未偿啊！这抱月楼的东家是能一手遮天的。别说见过我，等我回来救你。不急这一时半刻，先等大人活过来再说。 殿下，这几日的追思会所有人名单都在这儿，未见范闲露面。王启年家有什么动静？动静倒是没什么。
个地方我也安插了人员看着，只有母女二人进出，未见他人。是不是范闲未到京都？咱们再等等。等不得，小范大人之死声势已成，如若这时让他重回使团，这机会可就不好再寻了。可是人没出现啊。不久，你知道这世上最感动的时刻是什么吗？哎，金榜题名。是一家团聚。你知道一家团聚的前提是什么吗？得先有个家，得先分才有聚。吴舅，去把王启言的妻女请来，我想看何家团圆。是。就等着被感动。儿子，我都打听好了，就是这条街。一会儿这鲍月龙负责谈判的车队就会从这块路过啊。记住了啊，最后那家车里边有点菜筐，那筐子里边菜呢没有放湿，但能藏人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有没有这个散碎银子呀？马车一辆一辆给我认真检查。好嘞，好嘞，队长慢走啊。我见过你。我不认识你。你上过台是不是？哥爷再给个机会，再给个机会，给我一个机会，再给我一回。就这么想进去？比我命都重要。你也不年轻了，注意身体吧。无所谓，只要能见到我女儿，我怎么样都没关系。你女儿在鲍雨龙，为什么？为了500两。你卖女儿？我再混账也不干这种事。那是俺家丫头为了替我还菜钱，她把自个儿卖了。还菜钱？买什么菜能欠500两？是卖菜。那工地采办菜蔬的代工工从我这边收菜。等会儿。你是卖菜的，
姓金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放这边，放这边。好好好，放好了啊！别弄坏了，别弄坏了。我去拿只鸡。你刚才说你给宫里送菜，这好事儿啊，旱涝保收的。可是代公公要收孝敬啊，节庆、生辰这都不能弄。上次生辰，我实在是没钱，被代公公记恨，之后送菜总说我这个菜不新鲜。不新鲜，你不卖它不行吗？那倒好了，不新鲜，他要发银子，说你对皇室不敬，天天发，天天见。最后欠到了200两，俺家丫头这才做了这种傻事。那咱不给宫里送还不行吗？你不送就是欺君，还是要看脑袋的。就没人告着戴公公？你咱一个卖菜的，凭什么告啊？凭王法。那戴公公就是王法。我女儿卖身，我连那银票都没见着，鲍月楼直接给了戴公公，说把账平了。这戴公公和鲍月楼走得很近，那谁知道，人都是大人物。从那以后啊，我就天天想进去看孩子一眼，我就想告诉孩子，说爹在攒钱，肯定把那叔叔呢。哎，把后门打开，让车队赶紧走啊！彻查后院，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啊！我帮。快点，快点啊！大人，我的私房钱。哼！你要说什么？我不还。你说这，哎，不用管，我呀，也是在利用你，不是帮你啊。儿子，我这有的银子我也进不去，他进门要门铁。快快快点，我赶紧跟上，快点快点，快！我帮你解决。范大人，千古。这老头怎么又回来了？
死者上台追思。真是他的好运气。宫里办菜蔬的戴公公，听说过吗？捡蔬司的戴公公，听说过没见过。回头我得见见，我也见识见识王法长什么样子。大人若想往上爬，就得学会与光同尘，就得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种人也配称作光？光不光的，毕竟人家是宫中行走啊。老金头这样的事多吗？百姓嘛，早都习惯了。娘，我不困，我不想睡午觉。睡醒了就又可以吃晚饭了。晚上有肉吗？不能总吃肉。我还吃饭。有，睡吧。娘。嗯。爹和范叔叔为什么都从井里走？你爹和范叔叔回来的事情，不要和任何人说，知道吗？我懂，娘你放心，我去和三丫他们玩，都说我爹死了。那倒也不必。爹回来了。你爹回来不用敲门。躲床底下。好嘞，好。
怎么样？您托我那个事儿问过我女儿了，她说新来被关起来的她都见过，没有带儿子的。您放心，您找的那人他不在抱怨楼。人要是不在，线索可就断了。安云，你明天可以来试试。什么意思？我女儿说楼里人啊教训过新来的，说明天白天东家要来。抱怨楼的东家那可是挺神秘的，没人知道那是谁。人有银子，如果见到东家可以问问。哎，您女儿呢？怎么没跟您一块出来？他们是说我和白娘只够两个时辰，让我用那500两跟我自己的女儿。他们要多少两？1万两。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攒出这1万两的。而且那500两的我也没能要回来。孩子没救出来，您的500两我也跟您搭进去了，我没本事，我没有这样了。别这样，对不住你。别这样，您已经帮我很多了，那500两不用还了，1万两我也给你想办法，放心。我这就卖菜。我爱人钱，能活着就好。怎么下手这么重啊？老头先动的手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，保不下自己。他女儿呢？看着呢，让人盯紧了，别寻短见。血冲干净了吗？都干净了。路给新的一样，咱们按照您说的。腰呢？楼内楼外啊，都用心清扫，保持一个以诚待人，以情感人。大家还有别的人吗？没了，就一个女儿在咱们楼里。送点银子过去吧，哈，让人多照顾，多劝着。多开导些，你说人没了呢，他肯定是难过的，但断了念想不也轻松吗？屁股，这手是鸡爪子吗？告诉那姑娘，老人的白事这楼里面就给办了，让这孩子好好努力，
将来当一个花魁，回去扫墓，老人在九泉之下看着也高兴些。袁大家就是太欺善了。再来一遍。腰呢？胸挺起来，漂亮。按老金头所说，这锦书司的戴公公那也是一丘之貉呀。但是您别着急啊，等您彻底活过来，咱再接着查啊。怎么了？夫人，到处都找了，没人，会不会走进去了？不会，我家夫人知道大人回京都要守密。爸爸，去没用，他们比我的命重要啊！你先别慌，你听我说。你说什么？我是不是早就说了，咱们得赶紧走，不然我妻女将会有危险。现在好了，他们让二皇子给抓走了，你不让我慌，我能不慌吗？今天白天咱们眼瞅着一个人，他说死就死了。朗朗阳氏，平安无事。老王，我去了。大人小心，外面的事儿你多照应。是。放心，人肯定能救出来。今天相信大人。说范无咎，哎，殿下，你还真天天看书啊？以前没见你这么夸张啊！春闱将至了，我也得好好准备准备。怎么，你打算科考？哪个读书人不想金榜题名啊？读书人还背着刀呢？习武是我逼不得已，我从小到大。其实是个文人，哈，嗯，文人好，嗯，文人好，还能替我出谋划策。来吧，文人，帮我想想，王启年的妻子女儿怎么忽的销声匿迹了？回禀殿下，说来也奇怪，昨日我到了王家，眼睁睁看着母女二人进了家门。我冲进去后，你猜怎么着？人不见了，就没有其他痕迹了。上上下下我找了一遍，人不见踪影。现在回头想想都后怕，以为自己见了鬼。难不成是王启年跟范行回京，把人转移走了？您要这么说的话。说通了，呆子。禀告殿下，王启年求见。谁？王启年？是。他一个人？
就他一人。有意思。让他进来。是。王启年，见过殿下。哪儿的鱼？我买的。吃点水果。范闲在使团内是假死，如今已经回到京都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我都被他骗了。他回到京都之后，一直在探查藤家母子的下落，如今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抱月楼。抱月楼是哪儿？青楼。藤氏母子跟抱月楼有什么关联？这个不重要。范闲得知抱月楼的东家今天要去抱月楼，便偷偷的潜入。如果殿下这会儿去抱月楼，一定能将他假死之事大白于天下，逼他入绝境。你不是范闲心腹吗？小范大人对王某有情有义，恩重如山。那你卖他？王某只求殿下事成之后将我妻女放回。为了家人？在王某心中，妻女比什么都重要。我能信你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今日能堵住小范大人，我手里的人你都可以带走。谢殿下。吴舅，那就陪我逛趟抱月楼。是。跟我走。哎，我鞋呢？鞋在哪儿呢？殿下，不愧是范闲的心腹。你弃暗投明，范闲饶不过你。没得选。起来，起来。你有的选，只要今日抓住范闲，他这七军的名声就算是定了。到时候啊，你就到我们这边来，他出多少，我照跟。谢殿下。既然这样，那不如就撕破脸吧。跟我走一趟抱月楼，都听殿下的。真不错。东家不常来，这可是你们少有的机会了。把交给你们的都使出来，真要是被瞧上了，那可是你们一步登天的机会。不过我呢，丑话先说在前面，谁要是犯了错，惹了祸，我记你们一辈子。姑娘们，可要加把劲儿啊。三姑娘，待会儿要好好唱曲，
可不能净唱些丧气的。孟姐放心，三温不敢。你要多笑一笑，就这个笑，特别好。姑娘们，一定要好好想一想，该怎么用心做事。我这个楼啊，就靠你们了。王先生，替我赶个车。殿下，还求殿下留小范大人一条性命啊！怎么这会儿替他求上情了？王某若不是为了救家人，绝不会出卖小范大人。你放心，我费这么多的事儿不是为了杀他，合则两利嘛。谢殿下。不瞒殿下，王某驾车还是很稳的。咱们这条街和前后两条街都净街了，您放心。嗯。圆梦恭迎大东家。一会儿都别出错，新来的丫头被鞭子怎么抽，你们也都见过。嗯，都知道的。到时候他们哭天喊地，被大东家听见了可不好。不会，他们都在后院关着呢，有人看着，不让出声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刚路过后院，被护院赶开，瞧见了。哎，这好些都是被卖进来的。这谁家青楼需要这么多的新人？不是被骗进来的，就是被抢进来的。不然他们天天怎么哭成那样？你说咱们这东家到底是谁呀？这么狠的手段呢？别乱说了，命要紧。姑娘们，大东家来了。里边请。东家，哎，您来这儿。坐这儿干嘛呀？坐这儿，尝尝葡萄。我这个，我这个，我吃了，吃了，行了，尝尝，尝一尝，东家，您尝尝。行了，干什么呢？我这都吃了一会儿，吃不吃饭啊？我先尝尝。大东家，账本可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咱要么用完宴再查呢。宴呢？这个呀，不还没准备好呢吗？啊，我先尝尝，哪儿了？现在，哎呀！这愣着干嘛？怎么不走啊？你都挡我亮了。一个都不留，他们能帮我算，还是脸上有字儿？不听乐曲，看段五月也行。我是看账本啊，还是看他们呀？行吧，让他们出去，好吧。
干嘛？你怎么不走啊？总得陪陪你啊。陪我啊？陪我干嘛呀？陪你说说话。说什么呀？你想说什么？甭来这一套，我懂。啊？我这查着账呢，然后你这儿跟我说话，让我分神，你们账里肯定有问题。那你可冤枉我了。那别不死心就走啊！你跟厨房搓一顿菜，我这饿着呢。我怕你寂寞。这么多账本在这儿陪着我，我能寂寞吗？我现在是天下最幸福的人。那你光查账多无趣啊！你说什么？你激怒我了。还有比查账更有趣的事儿吗？出去，我不欢迎你。我怎么激怒他了？还脚不错呢。那个有事找我，没事儿啊。去，说账本的坏话，真是烦人。范思哲，嗯。我就知道你肯定死不了，他们都说你死了，我怎么感觉好几年都没看见你了？小点声。哎，你不是出使北齐了吗？那使团没回来，你怎么先回来了？惹祸了？你是鲍月楼的东家。你们的